姐夫，你说你赶紧想招，赶紧想招，赶紧赶紧，哎哎，妈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啊，别乱，没事，是这样啊。那个二米呀、啊，他糊里糊涂的，你知道吗？糊了八超的，他不知怎么回事。对，是这样的，那个他不是找那张卡吗？对，他找您的卡的时候，他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一张丢失的卡啊！对，是你的卡，对，瞧这智商吧，这样那卡是不是到期了？啊，那啊个屁呀，还不赶紧花去？别不着急，也大哥，怎么不着急？啊，着急着急，赶紧去哎，停，俩孩子，哎，你把那卡拿出来给妈看看啊。哎呀，不是，妈呀，你看这个现在时间那么紧张，算了吧。对，我俩毕竟挺紧张的，紧张也得拿出来让妈看一眼。哎，看看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是小区进门卡吗？这你都看出来了？你以为我眼神不好使啊？妈呀，你好眼神啊。不是，妈，你看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不得出门吗？出门不得用进门卡吗？拉倒吧，你俩别唬我了啊。你说你们俩除了骗人还有别的能力吗？啊，跟你大姐夫学学，人家呀从来都不骗我呀。行了吧，大姐夫不骗人。前面过来，你虎了八超的，虎了八超的，我骗过人吗？你我骗过人吗？没骗过，我骗过人吗？大姐夫正是我们小区正义的象征，就是咱们儿子学习的榜样。老裴呀，妈，我回来了啊，快回来了。哎呀，大米呀、啊，啊，那卡上钱都花了没？嗯，啊，什么卡？卡，啊、媳妇儿，你先过来，怎么了？过来，嗯，就我给你一张卡，妈那卡。刚子，你抽啥呀？啊，大姐，你上哪儿去？你累坏了你。那个大米啊，这两天呀、啊，他精神有点问题，恍惚，你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都买来了，把菜全买回来了，300块钱全花了，一分没浪费，是吗？妈，这样你放心吧，回屋休息，一会儿做完饭我叫您，好不好？好，行了。既然菜买来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放心吧，一会儿吃饭招呼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不对，刚子。哎。这300块钱就买这么一筐菜呀、啊？啊？不是，300块钱这一筐就不少了，这里边有排骨，排骨多贵呀、啊？对，没买。那就是有海鲜。没买。那300块钱咋花的？自己说。啊，我买这个蔬菜，这蔬菜可贵了。啥蔬菜能这么贵呀、啊？有机蔬菜。有机的，对，妈，这是有机的，对，有机都贵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您看这个芹菜吧，这芹菜100块钱一把。啊，大米呀，你不过了啊？一把芹菜花100块钱？妈，你别着急，别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对，一般的菜吧，咱都是用水浇，这个菜它是用牛奶浇的。啊，就炒完这芹菜以后，你都有一种牛奶的味道。大姑子，怎么能炒出牛奶味道的？你一会儿炒菜的时候放点奶不就完了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还有土豆呢，还有土豆呢。妈，这土豆太贵了。哎呦，大姐夫，土豆能有多贵？钱这边，冲你傻样。咋的了？这土豆咋就不贵呢？土豆能？你外号叫啥？我外号叫刘德华呀。什么刘德华？是我外号叫小土豆。对，这妈，你不觉得这土豆有点像顺丰吗？好像不？你看多像！你看，妈，你不觉得像吗？嗯。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土豆像顺丰，顺丰大老板。嗯。这土豆能见吗？能见吗？我怎么能见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不能见。那至少一个全身风，怎么也得30块钱。对，得。对，我买了5个，35150嘛。你看，行。啊，一把芹菜100，5个土豆150、哦、啊，这点菜就花了250啊，大美丽。哥，这250这是怎么凑的这个数啊？这是还差50呢。哎，这还有4个柿子呢吗？对，有了，妈，这4个柿子，1个柿子10块钱，4个柿子正好50。对上了。答住吧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你妈不识数
啊啊！一个柿子10块钱，四个柿子那是40。哎呀！我想起来了，回来路上我渴了，我就吃了一个，我就真是买5个。这哎呀妈，吃了！吃好！哎呀妈，你咋这么能吃？